湖尾不但是渔民掠鱼的所在，自古以来也是统治者的军事基地。按十七世纪以来，西班牙人、荷兰人、清朝、前后呢，拢伫咧遮起过炮台。北门锁钥，嗯，爱上去。而为呀，流民船，哦，流民船，台湾巡抚是为什么要在淡水这边设炮台？哦，因为这里是淡水五湖港的第一港，最靠近出海口。如果淡水港没有守好的话，你知道后果会非常无法想象。我知道，这冲进去就到台北城了。台北城哎呀，对，我们看起来都没有被那个炮弹爆过，有没有或者什么的，就那么完整。当时盖好这个炮台的时候，之后就刚好都没有战争发生在这个地方。哦，在战争之后才盖的。即使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美军也没有轰炸过这里。我看一天就用的呀。